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创世纪十七章的一到二十二节。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二十二节，因为经文很长，好不好？我们就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好不好？请。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行走，做完全的人。”亚伯兰脸伏于地，神又对他说：“从今以后，你的名字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我要与你以及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成为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一定要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要割去肉体的包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在你们肉体上成为永远的约。神又对亚伯拉罕说：“至于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她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亚伯拉罕就脸伏地窃笑，心里想：100岁的人还能有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育吗？神说：“不，你妻子撒拉必为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建立我的约，成为他后裔永远的约。”到明年锁定的时候，撒拉必为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建立我的约。好，圣经读到这里，这是神的话，请坐。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再次在主日早晨带领大家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在我们在听信息之前，我要先请大家来听一首诗歌，好不好？请上面帮我。Praise and lift you high, El Shaddai.
son of Abraham. Through the power of your hand, you turn the sea into dry land. To the outcast on her knees, you were the God who really sees. By your might, you set your children free.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Elyon Adonai. Age to age, you're still the same. By the power of the name El Shaddai, El Shaddai, Irkon Kona Adonai. I will praise and lift you high, El Shaddai.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过这一首诗歌，因为我刚刚听到下面也有人在哼 El Shaddai。 那这一首是在80年代很受欢迎的一首诗歌，那这个创作者是福音歌手 Michael Carr， 他在一天灵修之后的一个感动，他就把这一个 El Shaddai 写成一首歌，录制在他的这一个专辑的里面。那隔了一年82年那就被后来这一个福音歌手叫做 Amy Grant 演唱之后，就受到大众的喜爱，就开始在美国流传。那我相信这一个很多人喜欢这一首颂赞神的能力和信实的这一个赞美的诗歌。那这首诗歌你刚刚如果有注意听，也看那个墙上的荧幕你会发现出现很多 El Shaddai 这个字那 El Shaddai 希伯来文就是全能神的意思， El 那是希伯来文的神，那 Shaddai 是希伯来文全能的这个意思。那在旧约圣经这个希伯来文当中，你会发现常常会用许多不同的名字来描述神，反映神的属性。那这一些名字的背后，其实都蕴含着神不同面向的本质跟意义。所以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最常用的这个耶和华在希伯来文这个字是源自于这一个我是，那就是在表明神
神圣永存的位格。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永有的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那自有永有就是在表明拯救以色列的神是自己存在，不需要借助外力而存在的一个真神。那他是永恒的存在者，他不是被造的。那在旧约的当中，我们的确在你阅读的当中非常的频繁可以看到啊，这个耶和华来代表神的名字啊，特别在诗篇的当中。那另外一个经常出现在旧约圣经陈述神名字的希伯来文叫做 Elohim， 在英文和中文的圣经我们把它普遍翻译成神。那希伯来文这一个字，它指的就是神的权柄跟能力，表明神他是一个独一的真神，在充满罪恶的这个世界，他超越一切世人完全可以信靠的那一位。他统管万有，并用其大能的双手自创造这个万有。那除了这个耶和华亚威还有 Elohim 神来描述神的名字，另外还有一个常用的字希伯来文把它就是阿多乃，也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所听看的这个歌词当中也出现。那英文和中文的圣经就把它翻译成主，那意思就是指神他握有掌管全地的这个主权。所以在耶稣雅记三章十一节那里这样说，看啊，全地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那比较少出现的还有 Elion， 它这个字是至高无上的意思。那这一个名字是用来表示神在所有一切称为神的以上，那就是强调神他至高的身份跟地位，在世上没有一位神是比他更加的崇高跟神圣。那今天我们所听到那个诗歌所唱的这个 El Shaddai， 那在希伯来文它的言语就是征服压倒毁灭的意思，那圣经就把它翻译成全能，来强调神浩大无所不能的这一个本性。那在旧约圣经当中，全能神 El Shaddai 这个字一共只出现七次，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基本上都跟神应许要赐福给亚伯拉罕有相关，表明神他有绝对的能力来遵守和实现他的承诺，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会落空。那全能神 El Shaddai 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就是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亚伯兰九十九岁时，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行走，做完全人，我要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创世纪的作者在十七章神向亚伯兰显现表明自己身份的时候，他不是经常用那个我们所看到的耶和华，而是用我是这一个全能的神 El Shaddai。 我不晓得好，但因为我们是读中文的圣经，如果你看英文有的是这样翻译，为什么如果我们仔细有刚刚读完这一个十七章一到二十二节，你大概可以略略的领会耶和华在这里为什么特别要用全能神 El Shaddai 这个名字的原因。在创世纪十七章这里，其实耶和华
是在向他所拣选的这个亚伯兰保证，他是那一位掌管万有、至高无上、全能的主宰，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更不会落空。其实过去我们在研读创世纪，你会很清楚看见一到十一章创世纪的作者，他讲到神用他的智慧大能创造这个浩瀚的宇宙、美丽的大地跟万物。之后我们就看见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让人拥有道德良知、智慧能力来管理他所造的世界，并且让人可以毫无拦阻地去亲近他，分享神创造的丰富跟喜悦。然而我们也知道，亚当夏娃在享受神所赏赐这一切的丰富当中，就忘了自己，自以为大，逾越了神给他们的界限，就中了撒旦的诡计，听了神的引诱，吃了神所禁止的这个善恶果。结果我们很清楚知道，罪就入了世界，破坏了人跟神之间那种和谐美好的关系。人背离了神，被罪所胜，从此与神隔绝。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到了第四章，罪就开始蔓延，从一人进入了家庭。所以亚当的两个儿子做哥哥的该隐，因为献祭给神不得神的喜悦，就发怒杀了他的弟弟亚伯。那到了第六章，挪亚的那个时代你如果有圣经你可以打开，罪更进入了这一个社会。在创世纪的第六章五六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大恶极，终日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事，耶和华就因人造在地上感到遗憾，心中忧伤。在当时那个世代，只有挪亚遵行神的旨意而行，而蒙神他最后的保守，其他的都被神所降四十昼夜造成巨大的洪水所吞灭灭亡。后来神怜悯，让洪水停息，也赐福给挪亚的儿女，让他们后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人类并没有汲取教训，到了创世纪十一章，我们就看见罪就不断的扩张，不仅进入社会，更进入了整个世界。人悖逆犯罪，骄纵自大，终日所思想都是恶，他妄想要建造通天的高塔来向神夸胜，高举人的伟大。所以我们也看见耶和华神就施行审判，打乱他们的计谋，变乱他们的语言，将他们分散到全地。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作者就让我们看见罪的可怕跟严重，罪破坏了神跟人原本美好的关系，让人落在那一个罪恶的权势里面，失去了神原本创造人、赋予人尊贵与荣耀的存在目的跟旨意。所以创世纪十二章开始，也是从过去我们一直在了解这个信心之父，我们就看见神他并没有因为人的罪恶过犯背离他的心意，将人弃之不顾，任凭他们走向灭亡。我们看见神就开始了一个救赎人类的伟大计划，耶和华拣选亚伯兰，向他显明启示，要他离开舒适的家园，带着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到神所指示他的去的地方。神要赐福给他，要使他成为大国，将来要叫他的名为大，并且预言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得福。旧约圣经的学者表示，耶和华他执行救赎人类脱离罪恶权势的行动跟计划，在拣选并呼召亚伯兰那个时刻，他已经正式启动，而且在逐步的来进行。所以创世纪十二章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就凭着信心顺服耶和华神的呼召，照着他所吩咐的，带着他的妻子撒来跟侄儿罗德和他所有的这一个产业，从哈兰起行，勇敢的到这个迦南地。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那时候亚伯兰是75岁。虽然在创世纪十二章并没有很详细说明当初亚伯兰和耶和华认识的这个过程跟彼此之间的关系，他只很轻描淡写的描述耶和华呼召亚伯兰，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
然后我们看见圣经也没有说就讲到亚伯兰没有丝毫怀疑就立刻起行。在这个当中，你可以想象耶和华和亚伯兰之间应该是有互动的，而且多少是有认识的。但到底过去耶和华用什么方式向亚伯兰来显现，让他认识，圣经没有很清楚的来说明。但从亚伯兰相信耶和华的应许，并以实际的这个行动回应他的指示，你可以很清楚的想象，亚伯兰应该是同意并且认识耶和华是神，并且乐意相信依靠他的带领，而毅然决然的放弃他过去的信仰，然后踏出信心的脚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这一个讲信心，到底信心指的是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好像可以意会到他的意思，但要我们详细说明又好像没有办法具体的回答。那英国著名的神学家，牛津大学的威克里夫神学院的这个院长 Alistair and Mike Gross， 他在他所写的基督教神学手册的里面，就对信心这个字的含义做了很明确的这个解释跟说明。他说，信心用简单的来说，就涵盖四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同意、信靠、委身或是交托，然后就是顺服。同意、信靠、委身跟顺服，从亚伯兰离开哈兰回应神的呼召这个行动，你是很清楚看见亚伯兰他是同意耶和华是神，也相信神的应许，愿意委身，将那个主权交托给神，让神来带领，并且顺服他的这一个指示跟命令，到耶和华所指示他要去的地方。亚伯兰的态度跟行动，其实就是一个很具体用信心回应神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看见耶和华在十六章就以此，在十五章就以此称亚伯兰为义，这是那个上个礼拜上上礼拜这个永进传道所讲。那这也是罗马书保罗为什么称他为信心之父的这个典故。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亚伯兰虽然是凭着信心启程离开哈兰前往神所指示他去的这个迦南，但是在整个过程的当中，好像他似乎对耶和华赐福给他的应许跟旨意在认知上是有一些不同，对神的信心也好像不尽然是全然的信靠顺服，特别是指到他的应许，将来亚伯兰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众星，不可胜数。那这个应许，其实从人的理性来讲，其实是不可思议，那个很难想象。因为创世纪十一章三十节，如果你有圣经打开，那里告诉我们，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是不能生育，不能够为他来生养后代的。所以神应许要赐给后裔给亚伯兰的这个祝福，我想亚伯兰其实是不太能够理解的，他心里也是有些困惑的。因此在亚伯兰的内心深处，他认为既然耶和华并没有给他儿子，那将来神所说要承受他产业的人，可能就是生长在他家里忠于他的这个仆人，就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旧约圣经学者研究发现说，在过去古近东的文献里面，有人如果无子，他可以领养他的仆人为子来继承他的家业。那这一种现象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风俗习惯。所以我们看见创世纪十五章一到三节，耶和华神在这一个意象中向亚伯拉罕显现，跟他保证要赐他后裔。亚伯兰就是持这一种当时古近东领养仆人为子来继承家业的这个想法。你可以看圣经这样说，这些事以后，
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说：亚伯兰啊，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必得丰富的赏赐。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还没有儿子，你能赐我什么呢？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四个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看哪，你没有给我后嗣，你看那生在我家中的人要继承我。然而耶和华神知道亚伯兰心里的意念，所以在第四节十五章第四节，他就直接回复亚伯兰：大马四个人以利以谢是不在耶和华要给亚伯兰后裔的这个计划的里面。你看他这样说：看啊，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说，这人不会继承你，你本身所生的才会继承你。弟兄姐妹，你注意十五章第一节那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神知道亚伯兰心里是有让他牵挂担心惧怕的事，对不对？那到底是什么事耶和华才会这样直接对他说？其实我们如果从前面的十四章那里看到，亚伯兰到了这一个迦南一段时间之后，耶和华按照他的应许赐福给他，让他的家业越来越繁荣兴盛，但是却一直没有儿女可以来继承。那这也是为什么亚伯兰和撒来心里一直惧怕担心牵挂的原因。所以耶和华知道亚伯兰内心这个担忧，你可以看见在十五章他向亚伯兰显现，他便以实际立约的行动，就是要亚伯兰将一只母牛、一只母山羊、一只公绵羊撇开为两半，然后再加上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然后一一摆列。所以日落天黑之后，就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这个摆列的这个动物肉块经过。那这样的行动来证明耶和华与他同在跟护佑，来坚固亚伯兰的信心。那既然耶和华已经很清楚告诉亚伯兰，他的仆人以利以谢不是要来继承亚伯兰家业的人，那耶和华应许他的后裔是继承家业是从他家里出来，那又会是谁呢？撒来那时候已经75岁，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要怀孕生子，有后裔怀孕家业的这个希望其实是非常渺茫的，那是应该是85岁，我说错了。所以亚伯兰的这个妻子撒来，你可以看见他就自作聪明，认为耶和华应许要赐给他们后裔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透过人为的方法，用在他旁边服侍的使女，就是埃及人夏甲，来为亚伯兰生子。所以你可以看见创世纪16章2到4节那样说：撒来对亚伯兰说：看啊，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你来和我的婢女同房，也许我可以从她得孩子。亚伯兰听见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把她的婢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她看见自己有孕，就轻视她的女主人。我们可以在这里看见撒来原以为他这样做可以成全耶和华的美意，使他的丈夫亚伯兰可以有子来继承家业，但万万没有想到使女这个夏甲反而反客为主，去轻看祖母撒来，那以至于造成他们家庭失和跟混乱的一个惨剧。后来亚伯兰为了平息纷争，就让撒来随意苦待夏甲，以至于夏甲知难而逃家，逃落到这一个旷野那里。耶和华的使者在那个时候在苏尔路上去安慰他，劝他回到祖母撒来身边，并应许他的后裔将来会还多兴旺。那夏甲也发现耶和华顾念他，他回到亚伯兰的家。过了一年，就是
亚伯兰86岁的时候，那就为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实玛利。那亚伯兰跟撒来以为以实玛利就是那个应许之子，但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却不是如此。所以进到17章，也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节，那里就告诉我们，其实离上一章就是16章的时间又已经过了13年的时间。就是亚伯兰在99岁的时候，耶和华又再一次来向他显现，然后跟他立约。这一次耶和华显现，你如果注意，好像前面创世纪15章那一次那个有一点非常的相似。耶和华在异象中向亚伯兰显现那一个对话的模式也很雷同。创世纪15章1节，耶和华告诉亚伯兰说，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必得丰富为产业。那17章这里耶和华告诉亚伯兰，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行走，做完全人。你可以发现那个表达是蛮雷同的。在犹太人研读本的这个版本，它是翻译是说，我是全能神，行走在我面前，要保持纯洁的心。这是犹太研读本的版本的翻译。那我们基本上现在比较流行的 ESV 版本的翻译，就是讲到说，我是全能的神，要行在我面前，无可指摘。那我们中文是把它翻译成做完全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15章这里耶和华已经显现跟亚伯兰立约，可是到了17章他又再一次显现，又再一次跟他立约，重申他的应许。为什么？15章耶和华那一次显现，亚伯兰在迦南已经10年，在那10年当中，亚伯兰这一对夫妇对耶和华的应许应该是坚定不移，他们一直在等候那个怀孕的机会。但10年过了，好像怀孕的迹象一点都没有。这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怎么去思想神对他们应许，是不是神忘了他的应许？是否神的应许只是对亚伯兰说的，而不是只对他们夫妇说的？因为撒来最初就是不能生育的，因此呢，他们心想只要父亲亚伯兰母亲可以是别人的。他们对神的应许是有一些困惑，对神的这一个信心也开始有一些动摇。所以你可以看见耶和华在异象中向亚伯兰显现，要他们不要害怕，他仍然与他们同在，是他们的盾牌，是会实现他的应许。虽然耶和华向亚伯兰立约保证，但我们看见亚伯兰还是信心不足，还是就听从了撒来的建议，去用人为的方法借夏甲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到了创世纪的17章，耶和华在这里又再一次向亚伯兰显现，又再一次与他立约。这次我们就看见耶和华就直接告诉亚伯兰，他是全能神 El Shaddai， 要亚伯兰专一靠主，不要疑惑，心怀恶意，要意志坚定，无可指摘。他与亚伯兰立约，他会信守承诺，而且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所以创世纪17章4到8节，我们看见在亚伯兰信心有些动摇疑惑的时候，耶和华就主动的再次向他显现，再一次向亚伯兰保证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也必然会兑现。所以我们看见17章这一个4到8节这样说，看啊，这就是我与你立的约，你要成为多国的父，从今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
我必使你生养极其繁多，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我要与你以及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成为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把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除了耶和华重申他的应许之外，在创世纪十七章九到十四节，你可以看见接下来作者更清楚告诉我们，神就用割礼来作为亚伯拉罕立约永远的记号。割礼来作为立约的记号，也提醒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他们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是尊贵属于神的，他们跟耶和华神彼此之间是有相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在这个当中，可能我们就会问，为何耶和华要用割礼的方式来作为他与亚伯拉罕永远立约的记号？那有圣经学者这样研究认为，神对亚伯兰的应许主要是跟赐他后裔有关系，而后裔的产生跟男子的生殖器官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而且神与亚伯拉罕立的这个约，它是永远的永远的约。所以行割礼就把包皮切除，也是相信一劳永逸永远有效的这个意义。那有人就会在这个当中问说，为什么只限男性而不包括女性？因为割礼背后所代表的是神托付给男人做属灵领袖这个责任。当时立约的对象是亚伯拉罕，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父系的社会，男人是一家之主，因此耶和华神要求亚伯拉罕的男丁都受割礼，也是这样来的。耶和华向亚伯拉罕说明割礼为立约的记号之后，接下来就在创世纪十七章十五到十六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就再一次向亚伯拉罕重申，他要应许的是他的妻子撒来为他生子。十五十六节这样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至于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他撒来，他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从他赐一个儿子给你，我必赐福给撒拉，他要兴起多国，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神提醒亚伯拉罕，他是那一位至高全能神，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他守约施慈爱，他的应许必然实现，绝不落空。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从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二十二节，耶和华向亚伯拉罕的这个对话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很清楚从几个面向来认识这一位拣选呼召亚伯拉罕的耶和华，为何是一位能够自己称为是 El Shaddai 至高全能的真神，是配得人的信靠、尊崇跟敬拜的那一位。因为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他的信实永不改变。在创世纪十二章，当耶和华呼召亚伯兰离开哈兰到他所指示的地方，那时候他七十五岁。当时耶和华应许他，要他成为，要叫他成为大国，他的名要为大，他的后裔要如天上的众星繁荣兴盛，将来万族更要因他得福。所以亚伯兰就凭着信心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带着他妻子撒来跟侄儿罗德到迦南地。神也祝福他，使他在迦南地扩展他的家业。但是这些庞大的家业将来是由谁来继承？这是亚伯拉罕所担心的，因为他的妻子撒来是不能生育的。最初神对他的应许，他的后裔要成为大族，他是凭着信心相信，认为神会给他们机会怀孕的。但他们离开哈兰住在迦南地有十年之后，也就是亚伯拉罕八十五岁，撒拉怀孕的迹象一点都没有，他们对神的应许啊就开始有困惑，他们的信心就开始动摇。所以神就用人，他们就用人为的，不是神，他们就用人为的方法
啊，就将撒拉的使女夏甲，然后给亚伯拉罕为妻啊为妾，然后使亚伯拉罕可以有子嗣来继承家业，繁衍后代。那这样人为的方法，那当然果然他也为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但这样人为的方法并不是神的心意，看见结果就造成家庭严重的失和跟冲突。弟兄姐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信心涵盖四个层面，同意信靠委身顺服，要从神大能的作为跟能力同意神是神，愿意信靠他，其实不太难，但要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来管理，顺服他的旨意跟带领，其实对人来说非常困难。我们看到眼前的环境跟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好像这样子就比较踏实，但很多时候你如果注意，它结果会变得更加的复杂。亚伯拉罕跟撒拉对神应许的小信，借助使女夏甲生子，就很明显的看见这样的一个实力。其实耶和华，我们都知道他可以因为亚伯拉罕的背信毁约，背离了神的心意跟计划，那就不再去实现他的应许跟祝福。但你可以发现，虽然人小信，耶和华却是信实守约，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的失信就离开他们。相反的，耶和华不纪念他们的无知跟小信，依旧仍然信实持守他的应许，给他们机会，在他们软弱的时候向他们显现，表明他的同在，坚固他们的信心，更用具体的预言来向他们表现保证，就是创世纪17章的那个21节，那21打得太响，而到明年锁定的这个时候，撒拉必为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我的约。到明年这个时候，撒拉必为你生儿子叫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我的约。其实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提醒亚伯拉罕，他是那位信实可靠、永不改变、至高全能的这个真神，值得你信靠顺服。第二，你可以看见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是一个至高全能真神？因为他的意念奇妙可畏。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55章8到9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道路。这是耶和华说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在我们所读的创世纪17章15到18节这里，你可以看见神对亚伯拉罕说，至于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她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要从她赐一个儿子给你，我必赐福给撒拉，她要兴起多国，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脸伏一地窃笑，心里想，100岁的人还能有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还能生育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在我们脑海当中可能会浮现一个问题，就是耶和华既然应许亚伯拉罕，只要他们信靠顺服他的带领，他要赐福给他，让他成为大国，他的名为大，他的后裔要如天上众星，为何神要折腾他们，一定要等到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的时候，两人都已经老迈，体力也都已经消耗殆尽，生育的能力基本上就等于零的时候，才赐给他们？这样的是让人家无法了解，不可想象。其实我们知道耶和华之所以这样做，一来在操练亚伯拉罕的信心，让亚伯拉罕认识玄显乎长那的耶和华，他是一个信实可靠至高全能神，他的生活跟命运是掌握在他手里，他是可以全然交托信靠顺服。二来是要证明神的意念跟能力
是奇妙可畏，超越人的能力所能想象。如果亚伯拉罕没老到不能生育的时候，就好像他在86岁，他还有生育的年龄和能力，他依旧可以透过撒拉的使女夏甲为他生了以实玛利。那请问这个孩子如何来判断证明他就是耶和华所赐给他的应许之子呢？将来神所要救赎人类计划的救世主弥赛亚是要从他的后裔而来呢？耶和华之所以等到亚伯拉罕和撒拉两人都断了这个生育的能力，才赐给他们这个以撒，那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他不是用人为的方法可以得到的，确定那就是耶和为他所预备的，是要真正赐福给他们的那个应许之子，是将来要成就神伟大的救赎计划，弥赛亚国度将从他而立，君王要从他而出的那个应许之子。亲爱弟兄姐妹，你说神的意念跟能力是否奇妙可畏，让人不得不敬叹啊，赞叹跟敬畏。第三，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看见，他之所以可以自称是全能至高的全能真神，是因为他的慈爱何等长阔高深。在我们所看的创世纪十七章耶和华与亚伯拉罕对话的这个情节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故事除了主角亚伯拉罕跟耶和华之外，还有两个配角，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跟他的使女夏甲。其实在整个求子的过程当中，里面最无辜的人应该就是夏甲。其实使女夏甲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她只是因为祖母撒拉自己无法生育，用来当成她丈夫亚伯拉罕生子的一个工具啊。虽然她跟亚伯拉罕同房有了身孕，鄙视她的这个祖母撒来也是不是一个太好欺负的一个角色，但毕竟她是一个受害者，她也无权去抗争。所以当撒来去向丈夫亚伯兰诉苦告状，她就被亚伯兰贬义，任凭撒来苦待她。所以我们看见后来夏甲就在孤立无援状态逃到旷野去躲藏，避免继续被祖母苦待。当夏甲带着身孕逃到旷野，她内心受到很深的伤害，又被祖母所拒绝，似乎已经无人疼爱的时候，你发现神的使者在那个时候出现来安慰他，帮助他。神并没有弃他一不顾，神听见了他的苦情，透过他的使者用慈爱的双手去拥抱他，以恩典怜悯他。神的使者更鼓励他回到祖母的身边，应许他将来他的后裔要极其繁多，无法胜数。到了创世纪十七章二十节，我们更看见耶和华不仅恩待亚伯拉罕重生他对亚伯拉罕从撒拉生以撒的这个应许，我们也看见神也应许夏甲为他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也要蒙福。所以在十七章二十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至于以实玛利，我已经听见你了，看哪，我必赐福给他，使他兴旺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要使他成为大国。其实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来，他背离神的心意跟计划，他用人为的方式去生子，自作聪明所造成的错误后果应该是他自己要承担。但我们看见这一位守约信实可靠至高全能的神，他满有慈悲怜悯，他不计较他们的无知跟失信，反而用丰盛的慈爱去拥抱他们，去施恩给他们，借此坚固他们的信心，是他们可以全然交托，既坚定来信靠顺服跟从神他的脚步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就好像亚伯拉罕被神所拣选，用信心回应神的呼召，然后离开安舒的环境到他所置去地方的那个历程是一样。我们在用信心跟从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很清楚看见，我们同意耶和华是神我们也愿意来依靠他。但是你可以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当我们遇到眼前的艰难跟挑战，我们信心就动摇，
我们就会开始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就失去对神的信靠，而不愿意顺服他的带领。我想今天早上神透过创世纪十七章，他对亚伯兰的显现跟他立约，向亚伯兰显明他是那个 El Shaddai， 是至高全能永活真神的这个信息啊，其实要再次来向我们这一群被他所拣选，蒙他所救赎，应许我们信靠顺服，将来必有永远生命属神的儿女来说话。他再次提醒我们，他是那一位至高全能亘古不变的神，他全然信实可靠，他的意念是超乎人的想象，奇妙可畏，他应许不会改变，他更有慈爱的双手，守约施慈爱，长阔高深，他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患难随时的力量，我们可以全然仰望他，因为他是那一位至高全能永活的真神，配得我们到他的面前颂赞尊崇跟敬拜他。但愿今天早上信息再次提醒我们，这一位全能的神，他的应许不会改变，绝不落空，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一定要抬头仰望他，坚定信靠他的带领，因为他必与我们同在，引领带领我们，使我们得到他所要赏赐应许给我们那永远荣耀的生命跟经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透过这段经文，你再次让我们看见你是哪一位至高全能的真神，你信实可靠，你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奇妙可畏，你的慈爱长阔高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再次来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紧紧的来依靠你，何等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主啊，为我们预备一个教会，让我们可以透过教会的生活，让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从主的话语当中再一次得到这样的确据，以至于我们奔走不厌倦，行走有力量。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就求你祝福带领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继续能够真正坚定的依靠你，以至于可以把你的荣耀来彰显。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恳求跟祷告，求主来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